玩佢珠寶啊！佢真係叫珠寶㗎，咁樣咧。我哋而家嘅位置就係我哋嘅珠海金灣嘅航空新城嘅中心，我哋嘅江與海啦。話咧都係24000幾，價嚟講應該去到230萬左右啦。230萬。最緊要就一定要嗱嗱聲啦，因為好房唔等人。係啦。小姐，你仲为房屋设计而烦恼？咁你就嚟啱地方啦！我哋有专业嘅设计师为你提供一对一嘅量身定制服务，采用嘅系360度全方位设计，根据客户嘅唔同需求设计出客户满意嘅效果。而且最近我哋为回馈新老客户，仲有特大活动添，快啲入店嚟咨询啦！湾区装修首选 V 家，全屋私人订制，为港人提供一站式装修服务。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啦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咁樣咧就係我咧 B 家嘅銷售顧問阿 Sa 啦。咁今日咧新面孔喎，咁啊介紹我哋呢個咧灣區珠寶啊，佢真係叫珠寶噶。咁樣咧，阿 Jody 姐就話：，誒、你就成為我哋灣區嘅珠寶啦，呢位靚女。咁佢哋我哋咧新嘅節目主持嚟嘅。咁之後咧，阿珠寶咧會同我哋咧介紹多啲嘅樓盤信息咧俾各位觀眾噶。阿珠寶打下招呼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珠寶啊。诶，珠宝你自己咧系珠海人嚟噶，咁啊好熟悉啦。你今日我哋其实嚟到边一度咧？我哋而家嘅位置就系我哋嘅珠海金湾嘅航空新城嘅中心，我哋嘅江与海啦。哇！我哋今次咧翻到嚟咧，江与海呢一度咧拍翻一啲特价盘俾观众，而且咧我哋咧最近咧金湾咧呢度几个盘都减紧价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特登咧就翻嚟咧拍翻俾觀眾。咁啊，跟我哋右手一步睇下先啦。睇下我哋有咩筍盤啊！
好，珠寶，咁我哋咧首先介紹翻俾我哋觀眾咧，究竟呢一個卓越旭輝光與海咧嘅位置喺邊度先？嗱，你係珠海人啦，好熟呢度噶啦，咁樣咧同觀眾講一講，佢哋點樣嚟到呢度，同埋周邊嘅配套係點樣啊？我哋首先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揸車自己過嚟看的話，就可以行我哋嘅港珠澳大橋，咁樣行到我哋嘅紅殼大橋之後咧，再揸多25到30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個光與海啦。同埋我哋周邊咧都有呢個珠海大橋同埋呢個地鐵一號線，仲有如果要仲有我哋嘅呢個珠海機場啊。如果自己想要行下平時話行下街啊，都可以嚟到我哋呢、這個華發商都行路嘅話，大概只需要5分鐘左右啦。其實真係一條馬路就已經係呢一個嘅華發商都添，而且華發商都已經開咗業㗎啦。仲有如果好似晚上4、5晚飯之後想要行下散下步啊，都可以嚟到我哋金灣的情侶路這邊啦。甚至乎前面其實最近呢已經有一個呢中心河的濕地公園添，咁我哋真係食完飯行出嚟都係600多米呢就已經行到去個公園㗎啦。好似附近仲有啊醫院啊學校啊，其實都有㗎啦，準備好啦。因為呢邊其實已經是一個成熟配套啊，成個金灣區，咁佢小學同中學咧嗰啲都規劃好曬，甚至乎咧附近亦都有三甲醫院嘅，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已經係成熟曬㗎啦。加上佢自己亦都有自己嘅倫理中心等等啦，咁所以咧呢一邊咧係一個中心思維嚟嘅。咁我亦都講多少少啊，其實除咗呢一個光與海咧，佢周邊嘅成熟配套之外，依度附近亦都有幾個咧我哋都熱賣嘅樓盤嘅。珠寶依度咧，除咗光與海呢一個位置咧，呢個樓盤咧，其實附近咧呢個金灣巷新城 C 片區咧，仲有幾個熱賣嘅樓盤嘅。其實咧，光與海嘅前少少咧，佢亦都有一個係叫做咧天茂領航灣嘅。咁佢亦都有一啲咧一線嘅對住咧呢一個中心河景。咁除咗呢一個光與海之外咧，旁邊咧亦都有一個咧叫粵海十貴府，亦都係咧好多觀眾咧成日都攞呢兩個盤嚟到去做一個比較嘅。因為佢附近亦都有寶龍城啦，有呢一個嘅華發商都啦，周邊咧亦都好多嘅配套咧，所以呢兩個盤咧好接近。成日都會攞嚟做一啲嘅比較，而且加上咧近排咧兩個盤都喺度減價中啊，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咧觀眾亦都留意一下嘅。咁我哋咧不如咧埋去睇一睇我哋個沙盤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嗱，珠寶，我哋過到嚟咧睇一睇呢一個嘅沙盤先。首先咧，其實我哋而家咧喺呢個銷售中心，係佢叫做一棟啦呢個位置。其實一行過對面馬路咧，望都望到就已經係華發商都嚟㗎啦。係啦。仲有周邊咧，仲有圖書館啊，同埋我哋嘅市民藝術中心啊，即係我哋嘅好似大劇院咁樣咯，好似日月貝嗰邊嗰啲大劇院咁係嘛？依邊又都有一個，仲有呢邊仲有一個公安局，好安全嘅。其實呢邊附近咧，後邊亦都有一個叫做派出所，即係好似我哋嘅警局咁樣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咧亦都係咧喺埋附近嘅。咁佢除咗呢樣之外咧，其實呢個樓盤咧，佢除咗有華發商都呢一個商業之外咧，其實後邊佢亦都有一個倫理中心㗎。自己咁即係到時候，好似我哋一啲新式嘅街市買菜咁樣樣，有啲超級市場啊，做得好靚仔噶。而且咧，佢自己咧，光與海佢翠玉輝咧，自己後邊咧，亦都有一個建國酒店，都係屬於佢哋嘅發展商噶。咁所以咧，呢邊嘅配套咧係比較成熟噶。加上咧，佢呢一邊咧，金河東路咧出嚟，再對面咧，亦都係其他嘅樓盤啦。再出面就已經係中心河嘅濕地公園嚟㗎啦。咁我係睇翻呢一個嘅樓盤，佢自己本身咧，其實咧就叫做係有一個十棟啦。咁佢其實開盤嘅時候咧，已經非常之犀利嘅呢個盤，非常熱賣啊！咁我哋喺度都仍然都睇到佢咧熱銷嗰個開盤咧嘅情況咧，嗰日咧啲人係排曬大隊，打曬蛇餅，係啊，嚟到去追捧嘅。咁一來因為佢位置啦，其實呢個盤除咗受自己當地珠海人自己中意啦，本地人自己中意啦，同埋啲港澳人士都會選擇呢度嘅房嘅。係啊，因為咧佢亦都有咧啲嘅70多平啊，一
八十幾、九十幾咧，都係一啲剛需要咧，亦都作為一個投資出租咧，呢、這個位置咧非常之好咁，所以咧，無論係剛需嘅客户，甚至乎一啲投資客咧，佢哋都會嚟睇一睇呢一個嘅盤嘅。咁、所以咧，其實而家咧，佢哋咧嘅售賣情況咧，二棟、三棟、十棟呢啲嘅平層咧，其實都已經售罄曬噶啦。咁而家賣的呢，九棟是未出售的，平層的話呢只是得回八棟和九棟而已，那今次加推呢是第八棟，那五六七呢其實就是一個很罕有的、很稀有的，就是在金灣裡面它是一個複式的設計、那主要都是向內園。它這個盤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就是它做到呢戶戶朝南這個方向，咁所以這個呢一個咧，亦都係佢哋嘅優勢嚟嘅，喺呢個位置、地理位置之餘，就係佢哋嘅户型咧，都係户户朝南嘅。咁嗱，我哋而家咧睇一睇第八棟咧，其實佢今次咧就全部都推出曬啦，第八棟。咁佢就係三梯六火，咁就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嘅。咁不過咧，好特別就係咧，今次佢推出咧，佢04、05、06咧就做緊一啲特價。但係01、02、03咧，仍然都係一個正常嘅價錢。咁、我咧邀請下咧呢度咧嘅銷售同我介紹翻呢今次推出嘅特價單位先。好 ，hello， 嗱，小肥，好耐冇見啦，好犀利喎！你哋即係江與海呢個項目咧，我知道係2021年嘅網簽冠軍喎。冇錯啊！所以咧，即係我亦都有講，頭先有介紹就話你哋開賣嗰陣時嗰個熱烈程度啊，一次過掃曬呢邊啊！當時半個鐘頭左右係將我哋成棟都係已經全部售罄嘅啦。係啊，真係㗎！咁嗱，我知道今次咧特登翻嚟咧同觀眾介紹翻咧八棟，因為咧有筍嘢。係。因為近段時間咧，我哋八棟咧推出咗我哋04、05、06嘅特價房單位，價格非常之好吸引啊！金灣港新城 C 位，係啊，係啦。咁你不如介紹一下04、05嘅面積段係點啊？好啊，好啊。我哋而家在售嘅特價單位咧，係而家全部都基本上係我哋嘅八號樓呢個位置嘅。然之後04、05、06嘅單位分別咧係我哋嘅04、79三房。一位的超高純率的三房户型嚟嘅，79平做三房喎。係啦，冇錯。然之後佢嘅贈送率嘅話，去到而家加埋嘅贈送率，去到90%嘅一個純率嘅，非常之高的。九成就用率79平。然之後嘅話咧，我哋05户型係我哋一個89嘅三房兩位。可以當作係一個79嘅升級版啦。因為佢哋兩個之間相差10平方，但係佢區別喺邊度咧？89的話可以打造有兩個洗手間，再外加一個有6米長的陽台，這個陽台真的超級無敵，這個超級無敵，因為這個如果這個05户型高層一點點，是不是可以穿過樓望樓之間，有機會都望到一點點，可以望到中心河景，還有再高一點的話，其實往東邊走是可以望到我們的西江海景的，因為我們的西江就在我們的情侶路旁邊，其實高層都可以望到，加上這裡有一個大陽台，珠寶這個這個陽台可能在其他項目標配來說，可能有一個6米的陽台，你的户型可能要去到100以上，差不多了，面積，但我們現在89未去到90平方就可以給你用，而且這個户型是不是都多贈送的？是啊是啊，它的贈送面積的話呢，我們可以說一說啦，04的户型79的贈送大概是11平方，05的户型呢它89的可以贈送到12平方，哇，贈送到12平方，是啦是啦，那就真的值得了。那還有一個呢，還有一個户型很漂亮的，還有一個户型呢是我們現在這個項目賣得最好的，92方的三房兩位，大家可能聽到05和06的話呢都是差3平方，一個89一個92，但係佢兩個產品的設計咧係非常之唔一樣嘅，因為92咧可能會更加新穎嘅設計，會設計一個大橫廳。大橫廳，92方三房做大橫廳。係冇錯，佢嘅橫廳可以去到6米1嘅開間。哇，六米一開間好闊喎！喺我哋嘅銷售過程咧，其實我哋會相信好多港澳人士咧係非常之滿意呢個户型嘅設計嘅。係，再加上我哋啱講到贈送面積啦。92的贈送面積是比前面的兩個户型都要多，還要多14平方，去到14平方，我想觀眾很喜歡了，這一種明眼就可以選到了，現在目前呢92的樓層選擇就會少一點，少一點，因為都是比較多人喜歡，真的一搶出來，好東西都多人搶的。
咁翠衣道咧總樓高就係22層，咁一樓就係、是、我哋一樓嘅話咧係順一個架空層嘅設計嘅、嗯，我哋叫做泛會所、嗯，一個微型會所嘅設計啦、嗯。然之後嘅話咧係一樓冇住宅嘅，係、嗯、上到二樓先開始有住宅售賣嘅。咁、哦、所以依度嘅話，如果你頭先所講啦，咁79平其實而家賣緊一個咩嘅價錢咧？我哋講翻特價啦，好啊好啊，特價最實在嘅嘛，係咪先？而家79位，而家均價嘅話咧打完折落嚟應該大概去到24000左右。OK， 24000。24000大裝修，全套係啦，全套落嚟20000都唔使。真係喎，20000都唔使，真係好大啊！然之後我哋推薦有一套特價房嘅話咧、嗯，性價比可能全小區最高。四樓嚇，睇翻基督山呢個位置咧，大概喺我哋嘅404呢個位置啦。而、家總價 total 嘅話，大概去到189000。189000，即係冇聽錯，冇聽錯。喺金灣航空新城喎、啊，大佬，華發商都隔離喎。一套三房，四樓都抵啊！係啊，因為依個嘅即係面積段真係可以攞到一個咁實用嘅面積，都係一個好大嘅性價比，甚至乎攞嚟投資都係啊！因為作為投資其實都唔錯，因為佢實用率高啊。係，佢唔會好似唔知道有冇其他觀眾去睇其他項目啦。79做到一個三房，仲會係非常之實用嘅三房，其實好難得嘅設計。OK， 咦？咁如果89平有啲咩選擇咧？89而家我哋特價房嘅均價都係去到24000幾啦。大概而家推薦有一套有九樓啦。九樓。九樼位置嘅話，大概去到218000左右。218000都唔多喎。相差10個平方，大概都20。多咗一個廁所同埋一個大嘅陽台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選擇。咁如果我哋真係中意你嗰個最好賣嘅92平，又有啲咩推介咧？最好賣嘅92平，我啱剛講咗啦，樓層。就冇乜點揀㗎啦，而家剩翻樓層嘅話，可能就只有頂樓啦，或者係7樓以下。就中間講到嘅8樓到21樓咧，都已經賣咗啦，唔緊要。而家7樓而家做特價嘅話咧，都係24000幾，均價總價嚟講應該去到230000左右啦。230000都買一個92平，89啊，相差3平方嘛，都係多幾萬蚊左右啦，所以會有啲有可自己一個選擇個空間。OK， 嗱，咁我哋都即係將呢啲特價盡快話俾觀眾聽啦，等佢哋去考慮翻。咁但係我又想請教啦，嗱，我知道8棟咧就全部都推出，如果真係01、02、03嘅話，如果而家呢個冇特價嘅水平，其實係。大概咩均價？整個8棟嘅均價，而家目前嘅話咧，大概去到28000左右啦。28000。我哋推出嘅特價單位咧，只係針對04、05、06嘅。1、2、3都買緊嘅。只不過係正常嘅面價，去到28000。所以會有相比較之下，特價房嘅性價比真係好高喎。係咁嗱，當然啦，呢啲咧特價房咧係有時段嘅，咁又限時嘅。咁所以咧就聽到嘅觀眾咧就盡快真係聯絡翻我哋 V 家。我哋係講拼手速嘅。係啊，拼手速，咁我盡快揾翻阿小肥咧，幫我咧係即時鎖好啲單位。咁如果真係要鎖單位，佢哋而家落訂係幾多錢啊？我哋而家呢個單位落訂嘅規則嘅話，只需要20000。20000落訂就可以鎖房號啦。然之後嘅話咧，鎖房號嘅時間咧，我哋可以再。斟酌後邊嘅付款時間啦，然後呢個係睇實際情況，實際出發咯。咁亦都想了解翻就係話，而家嘅付款方式咧，香港客户有冇機會做到貸款啊？冇問題嘅。而家嘅話咧，因為針對疫情嘅問題啦，可能好多外籍客户都係冇辦法嚟到現場，因為我哋嘅按揭啦。然之後嘅話咧，我哋而家簽署咗香港嘅招商永隆。招商永隆就可以做直貸喎，香港嘅直貸。哦，哇！呢個真係好好嘅消息喎，會方便好多咯。係啊！可以通過視頻去進行按揭網簽嘅，唔需要到達現場，亦都唔需要話要出屋企門口。嗱，呢個咧就真係發展商咧去便利翻我哋香港嘅客户啦。咁所以咧有興趣嘅觀眾咧，真係盡快聯絡翻我哋。嗱，仲有少少問題就係想問埋咧，呢度其實係幾時交樓啊？我哋小區嘅交樓時間咧會喺明年�嘅10月底啦，明年10月底，即係會喺23年嘅10月30號之前。
仲有一年半時間啦。我見到呢度咧都有幾多棟數嘅，咁啊車位比例如何啊？整個小區嘅話咧，總户數嘅話咧係到達892户啦。哦，咁都唔算太多啊，係啦，接近900户。然之後車位嘅比例咧係1:0.92嘅 ，OK， 都可以1:1啦，都可以，係啦。咁我見到亦都有游泳池啦，亦都即係小區亦都有嘅跑道啦。你自己亦都後面有鄰里中心咁樣。咁我想了解一下呢度嘅管理費幾多？我哋嘅管理咧係沿用於我哋自己開發商卓越物業佢同一。管理嘅，而家目前收費嘅話咧係3蚊一平方。啊，3蚊一平方喺金灣呢度都係好合理啊。金灣基本上都係以3蚊係最高標準收費嘅啦。OK， 嗱咁啊，小肥你講咁好嘅面積段啦，亦都實用率咁高咧，咁不如咁我哋咧叫攝影師咧去一去個樣板房，帶觀眾咧睇一睇實際嘅情況係點樣樣。係啦係啦，好唔好啊？最緊要就一定要。嗱嗱聲啦，因為好房唔等人。係啦，咁啊聽到啦，咁啊我哋就交俾攝影師，帶我哋去睇一睇呢一個嘅樓房係點樣。
嗱，咁啊，阿珠寶依度咧，大家頭先睇完咗嗰個示範單位咧，樣板間啦，其實見到個實用率真係好高嘅。咁喺珠海嚟講咧，我覺得呢一個好多珠海人都自己好中意喎。嗯，應該係啊，好似其實我之前都喺呢附近讀書嘅。其實五六年前咧，呢度咩都冇噶。哦，係啊，即係一片平地嚟嘅啫。係啊，係啊。咁、但係你而家即係有華髮商都嘅地方就點樣啊？其實珠海人都知啦，有華髮商都嘅地方咧，即係好繁華噶啦。哦，自然就會旺起上嚟，係咪？即係一成個區帶動啦。咁始終呢度咧，恐新城 C 片區，今次呢一個特價咧，能夠咧係79平咧，佢三房咧，竟然咧能夠做到咧最平可以去到189萬，即係真係講都唔相信啊！呢一個價錢，咁亦都真係有一啲客户可能中意翻大少少89平咧，都係220萬到。咁甚至乎哇，嗰、那個92平嘅環廳咧，簡直真係殺食啊！係啊，係啦，而且上數面積有成14方咁多喎。咁啊，實用率又高，咁啊，亦都咧喺個價錢上咧，而家講緊咧特價嚇，特價嗰邊咧都可以做到230萬之內都能夠買到航空新城咧，我覺得真係值得去了解一下，可以去考慮。係啦。咁如果咧觀眾咧對呢一個嘅江御海咧有興趣咧，可以咧盡快聯絡我哋嘅 V 家嘅銷售顧問啦，又或者咧可以咧聯絡我攞翻個資料，咁就係6365-0240，6365-0240，咁可以咧 call 我阿 Sa， 咁啊或者咧我同阿珠寶咧帶你嚟咧實景咧呢度咧去俾你哋去睇翻，咁啊我哋今集節目差唔多咯，咁我哋咧之後再介紹埋咧其他金灣咧。現在做緊特價的盤給大家 ，OK， 咁啊繼續留意啦，咁啊我哋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